风好大呀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決め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、今は先にこのセットを一つ。我们今天从卡西瓦出发，然后跑到乌拉瓦这边。今天是接连赛，我们卡西瓦客场踢浦和红钻，就是乌拉瓦那支。然后我们今天是来买的客场球票，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换上了我们卡西瓦的队服。然后刚刚电车上也很多卡西瓦的球迷，都是从卡西瓦专门来这边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。我们现在在去球场的路上，还有几百米就到球场了。这个球场可以坐60000多人，然后也是02年日韩世界杯的比赛场地之一。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看一看浦和的球迷和浦和的球场。你看，我们卡西瓦的球迷都买黄色顶红的这个，那个是便当。因为我们卡西瓦就是黄色。チケットの方は QR の画面あらかじめ表示した状態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All right.
柏ラララララ柏ラララララ
ください。